隔壁就有网咖可以大便，你偏偏要来娃娃机大便，哎、欸，奇怪了。可能想要大娃继续久还可以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其实那个不算最屌。是。最屌的是有一部有一个女生一边走路一边大便，也不知道怎么大的哦，一边走边大。又在店里吗？不是，在等公车的那边路上。被你看到？没有啦，那个都有放到那个 YouTube 那些啊。哦，有有。边走边大耶，男生就大到裤子上。其实有时候是有些人他们某种程度的病况，所以其实。我们看到的是也有可能啊、也有可能。如果他大完之后抓起来吃，我就相信了，我绝对相信有可能，但是他没有。你大头啊！边吃边大，还蛮环保的。牛粪都可以吃了，红纸尿都可以喝了，还有什么不能吃？我这样讲没错吧？那牛粪可以吃啊。对不对？还可以补，还好像可以补墙壁，是不是？还是什么？对啊，它可以来盖房子。对啊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但我们都看不见这么大。啊？那你等一下，那个台子是在哪里？那个厂子在哪里？昆阳。昆阳。嗯，阿德，那些都要去。昆阳捷运在那边吗？等一下，昆阳捷运站对面那边有机台哦。不是对面那家，是另外一边有个。在巷子里吗？杨美鹅肉，有个卖专门卖鹅肉。所以是在昆阳街里面嘞，不是吗？杨美鹅肉你不知道？鹅肉不是在昆阳街里吗？哦，来来来来来，查 Google。良美鹅肉啊，你说在良美鹅肉那边的，我知道啊，那边有机台啊，旁边就修摩托车 Seven Eleven 那边。喂，好聪明啊！对啊，那就福特正对面了，那是，哎、没有，正对面要过去了。好了，我知道良美鹅肉在哪里了。所以你摆了几台在那边？嗯。你的五台就是在那边吗？一台啊。那边只有摆一台。哦，所以你讲的，你有五台机子是真的是在五个不同的场。5个？你刚不是说五个吗？我总共十几台，我退了五台。哦、OK， 我总共18台。哦，一台组，你加个台组。因为他们发都有染过。原来剪头发才是副业哦。没有啦，剪头发是我的兴趣。OK。其实我学的比他妈娃娃机久啊。你说什么？我学的比娃娃机久，娃娃机也才一年。啊，你当台主才当了一年哦，多。所以你之前的投资都是在研究怎么样摆放让大家夹不到吗？没有，你这样想法的话，就等于是你把自己的财路挡掉。哦，因为你夹不出来，客人不会选择。哦。你这样讲没错吗？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之前的投资是为了让什么样的角度的摆放是？最刚好吗？对，就是要拿捏到客人夹起来，好像要带进洞，又好像不会带进洞的感觉，那种是痒痒的、啊。哦，所以摆放也是一种学问的。也是学问啊，你要复制啊，对。所以，走过的、投资过的都不是白来的。我说，娃娃机很好赚，那个辛苦过程，那个很累的。你每天晚上要巡机台，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。然后早上可能凌晨3点要被客人叫过去，或者是早上7点你还没。哎、欸，那24小时营业吗？就是24小时啊。你看。啊，加杠哎，几套在。我大前天睡觉，结果有人打电过来，然后林森北娃娃快夹到了，但是宕机了，那、啊、我就要过去了。啊。啊，我们就7点要起床，啊，刚好客人约10点，啊，我们就刷赛。哎、欸，有空来那个。哇，这样玩的哦。18台，你最远，因为你们家也，你们家在金华城那里耶。对啊。啊，那所以你最远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有抓半径吗？比如说半径几公里以内才是你会设的地方。哦，
对我来讲，内湖已经算远，只是离我工作的地方可以接受。譬如说，客人约十一点了，那我可能十点到这个地方，我先去内湖再回来，减十一点的客人，我晚上就不用再去内湖。懂。啊，所以你要求自己一天巡一次吗？是，没意外是这样，但是如果没有出货就不用去。没有出货、没有人夹到吗？对。那你怎么？所以那些，对，那些摄影的镜头，那一些抓到录影到的，都会传到你手机吗？我现在就看得到。你就看得到。对啊，现在有客人在夹，我也看得到。所以干坏事我也看到，这些都是厂主为你们提供的吗？对啊，可能就是啊，他必须要提供这些东西给我们。他们他一台租6000块到10000，也不是假的。你这样子一台，真的一个月可以获利多少？你有算过？你不能这样换算，不能这样换算，这是笨的人才会这样算。好，那你说，来，我问你啦，一个月租你5000啦，你除以30天，一天要多少钱？